车子的控制器使用的是英国 PG 的控制器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我先打开电源开关，然后首先看一下第一排五个灯指示的是电量显示，现在五个灯全亮就说明它是全满的状态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喇叭按钮，再往后是一个速度显示表，同时它匹配的是速度快和速度慢的按钮，这五个显示五个小灯呢它是同步显示的，然后这边这个是方向调节杆，就是跟我们游戏机杆差不多，往前就是往前，往后就是往后，左转就是往左，右转往右，控制器可以左右手互换，方便使用左手使用的用户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旋钮，就是可以把它拧松，然后拔出插管，然后就可以装到左手这边。安装的是一个安全护把，就是人坐在上面之后抓着这个护把就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同时它也是可以按照个人的一个臂长来选择它一个长度，拧紧就可以了。两边的扶手都可以上翻，方便身体可能不便的用户上下车。这款车子使用的是台湾硕阳的电机，硕阳的电机的优点是性能稳定，安全性好，噪音小。你现在来看一下这两个红色的手柄，现在手柄是在上方，就是说它这个车子是处于手动的模式，所以车子是可以推行的，这样的话就方便用户在可能一些没电车子没电的情况下就可以推行，然后离合器往下部它就是处在一个电动的模式，电动模式就需要使用电源来开这辆车子，而不是说推行，就是说它推不动。这两个黄色的小轮叫做防翻轮，防翻轮的作用就是在行驶和爬坡的过程中防止车子后翻。电池采用的是锂电池，然后我们车子一般性可以配备6安时和16安时的锂电池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电池，锂电池的充电口就是在这边，是一个方形的充电口，这个盖子也是为了防止灰尘滴入，
车子的推把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设计，既不失美观又比较实用方便，然后在车子美丽的情况下就可以让家人推行。现在为大家讲解一下1023-26的折叠方式。首先把电池拿出来，然后拆呀，之后就是拉动一下它这个折叠拉杆，可以了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可以把控制器拆下来，减小它的一个收纳空间。